咱家都要来咯！今年婚姻馆政府嘛规划4月1号伫馆内六个分局区举办婚姻同乐会，除了有各种趣味好耍的桂冠游戏表演以外，每场的活动更加是准备1000份的纪念品要送给恁啊！邀请大家踊跃参加。为着说大人囡仔伫咧清明节连续假日会当来好好佚佗，婚姻馆将是将伫4月7日，馆内六个分局区来同步举办婚姻同乐会活动。包括各式各样趣味的桂冠游戏、气垫设施、表演，拢是精彩可期。每一个分局区，我们都找了一个地点哈，啊，举办很多的活动，而且非常多元丰富，而且呢，也有闯关的游戏哦。那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哈，啊，这早上的时间呢，全部都欢迎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呢，都能够莅临现场哈。那同时呢，只要你闯关完以后呢，我们每一个分局区、每一个地点呢，都举办1000份哈，准备1000份的纪念品要送给大家。除了实体活动，为3月31号到4月7号，婚姻馆教育处也将英语和双语教学来共同结合，学生将来完成 APP 婚姻特色英语的挑战，并将相片传至手游云林网站，就当来参加模彩。不只是有动态的活动，包括静态的活动呢。从3月31号到4月5号，那只要你上我们的手游云林 APP 啊，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保障哈。那甚至呢，透过我们云林啊特产哈，这个英文的大挑战哈，那你也可以啊拍照上传以后呢，就可以得到哈啊这个抽奖的机会哈。婚姻馆文管处的表示，在清明节连假期间，馆内也将会有8个地方馆舍安排了总共70场的动静态活动。以及伫咧4月7日、7、2个拿来举办碟柜，邀请所有民众来当当者来参与。那我们在县内的地文馆里面有8个地方文化馆舍，那连续呢5天有70场的这一些静态的活动，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来参与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在4月2号北港的这个运动公园，晚上7点也有纸风车的这个基层故事会在这边上演，也是免费的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在我们4月1号、2号也是林内子班蝶的这一个活动。其中这一档恭喜所有囡仔上快乐的节日，透过一摆丰富又够多元的活动举办，也希望每一位囡仔都会当好好佚佗，减轻平常时上课压力。记者江义长报道。